半仙宠案。学习的小圆到了进来，警察在躲呢。小圆同学，课堂上请讲普通话，要不要得？要。要得。好，来。要得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听讲座呀，老师。突然之间，正当两同学聊的时候，灰太狼窜进了画面。灰太狼要吓唬两个同学，对他们说：“这个词你们会读吗？”啊，对不起，灰太狼同学，要灰太狼，不能表现得像千玺，声音、形状、模样都要像灰太狼。OK， 来。灰太狼同学先模仿狼的感觉，呜、哦、来一下。OK， 来，开始。呜、哦，还有狼味儿。他对他们两个同学说：“说这个词儿你们会读吗？”注意，灰太狼当时在广播当中是说的英文。OK， 其实英文是英文，但是这个说的内容有点差错。灰太狼英文说：“你们喜欢这个姐姐吗？啊，这个姐妹吗 ？”Do you like this sister? You guess.小圆很害怕灰太狼问他问题，对小凯说：“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英语。”